跟小雅姐这边真的是非常的亲切，又是高级的衣服，谢谢。我们的小雅姐好久不见了，我们的何老师呢已经几个月没有看到她了。我们的小雅带来的歌曲，小雅姐跟托尼没关系吧？可以脱吗？反正你走路又来，没有关系吧？脱吧，小雅姐。Thank you.
看到没有，小雅脱了。